准备，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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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管，准备，那边，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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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头，又跑哪儿去了？ 能聊聊吗？你是来找我廖齐峰的吗？我去上海之前，突然向我求婚，你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了吧？我只是想告诉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我拒绝。是你的鼓励，让我找到了我想做的事情。是你，让我相信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而且我可以一直做下去。 也是你，让我觉得我拥有了这么多，还可以拥有爱情，我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你到底还要我做什么？或是我要解释什么？ 你才能够清楚这件事跟我爱你没有关系啊！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你利用我，伤害了我最亲最重要的人，你还好意思说你爱我？但是我爱你是从北京就爱你了，也是因为我爱着你。 我才有勇气做所有的事情，你应该要理解我。我爱你，而且我们有了共同的目的地。那是你的目的地，不是我的。 想要的很简单，只是没想到要的这么复杂。我们分手吧，小满，你到底需要我怎么解释，才可以冷静下来，听懂我的意思？ 在下一个悲伤之前，认为眼前的痛苦已然是绝境。就在上一个生日里，我还认为当时的生活绝对是至暗时刻，而我人生的每一个惊心动魄里，都有这个男人。
喂，还没完呢。哎呀，都这么晚了，你们俩赶紧吃吧，别等我了。这有很多数据都不全，我得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对。行，传授明天要交，今天必须得弄完的。行了，您就替我吃了就行。生日不会在加班中度过了吧？真不来了，被你猜中。打扮呢？蛋糕，拿回去。火锅，咱俩吃。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们俩怎么这么晚还睡觉啊？你可算回来了，流程得走完啊，重要的是得许愿。真好看，来吧，吃蛋糕。你不要减肥吗？不，我的那块明天吃。行，你们俩也别太晚啊。赶紧睡吧。上忙完了？嗯，都忙完了。本来说周一交的，结果说明天开会的时候就要用，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放你们鸽子了。什么鸽子不鸽子？饭什么时候咱都能吃，生日明年也能再过，事儿忙完了心里踏实。你说你这天天节衣缩食拼命赚钱，你现在是攒了多少钱了？秘密。看你这点出息，一提钱就乐成这样。那瑞尔气已经烧好了，你要不要先洗个热水澡？行，那我先洗澡。就要大功告成了，厉害吧？算上我可能拿不出50万。我都明白的。说实话，我跟你三叔啊，从来没想过要你的钱。至于鸟入股这件事，我们更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了。说到底呢，这疾风是老陈家的产业。你看，你弟弟妹妹，彤彤、瑶瑶，他们都是没有股份的。对，
你说你那么着急入股干什么呀？这一家人还要算得这么清楚的。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想为爸爸做的事情。反正话都已经说出去了，我不想半途而废。下一个阶段呢，公司的股份确实需要重新调整的，但是到那个时候，这些钱你还没有攒够。哎呀，你也知道的，底下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跟你三叔呢，我们两个也做不了这个主了。我明白。旺仔，姐姐是不是很厉害？明天花2块钱给你洗个澡，好不好？你觉得呢？本来我真的以为8点前就能结束了，没想到我当时打开文档一看，哇，缺胳膊少腿的，我真的就懵了。要不是他们突然说今天要，我真的是服气了，搞到大半夜。你没看网上现在年轻人过劳猝死的案例那么多，你老熬夜可不行啊。我也不想啊，困死了。要不是我拿了人家工资，我才不这么干呢。要钱不要命是吧？要，都要。怎么还没换了衣服啊？我今天有行政采买，可以报销。打车呀？可以。打车。人，一起啊。我吗？你们先走吧。我要去趟税务局。哦，老板。走了。慢点啊。你别吃了，还吃呢？都换了，我换了，我换完衣服就好了。别吃，我打车。打车呀。上个月刚说要裁员，我每天晚上都失眠，我觉得我马上就要回家了。我跟你说，别咒自己，不可能是你的。怎么，你们老板还没回来呢？没呢，一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不知道他忙啥呢。想想招啊，该争取得争取。不是争取的事儿，我觉得他瞧不上我。你说哈，怎么就摊上这么个老板？哎，快，做好自己的事儿吧。这么多人，电梯又要满了。来，这边，这边。来，走，我去按电梯。说好了5000吗？我最近吧手头有点紧，3000行不行啊？你也知道这个表不太好做，我忙活了大半个月呢，你给的资料又不是很全，很多都是我自己的。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轻省的活，我也不是在给你找借口，你确实有难言之隐，我怀孕了，可能是个人体质问题吧，
我孕反特别严重，没法安心工作，要不然我肯定不来麻烦你，是不是？那你跟公司说了吗？胖君，早啊！啊，早。你几个月了？三个月。行，那就三千吧。那剩下的就算我随份子钱，行吗？你也知道咱们公司这个月有好几个结婚的，我手头里……哎呦，谢谢你啊！不用谢，不用谢。行，你赶紧回去忙吧，注意身体啊。嗯，去吧去。公司的领导可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半个小时，田总，帮帮忙行不行？打印材料也需要时间。不是我说你们行政行不行？我从进公司到现在一口水没喝，我还有一堆的文件要处理。你说十分八分，我能帮你们搪塞过去？半个小时时间太长了，跟集团的人说多错多，我不好办。亲爱的田总啊，你每次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我告诉你，科研那边的项目可谈的都差不多了。您自己看着办，行吗？难怪给他发信息都不回。庞军，昨天那表格做完了吗？田总，我正在做呢，还有些东西需要填。我现在马上就要开会，我现在就要用。我马上整理一下。是这个吗？让我先看一下。不用了，你让我看。跟我进来。说说吧，什么情况？田总，我就是没做完。我说的是批注，谁帮你做的？你出来工作也好几年了，在药盛有一份工作是不容易的。是小满帮我做的。是科研组的陈小满吗？嗯。你一会儿在会上就这么说。严总，你要是想保住工作，就按我说的做。你不是一直想办科研吗？我帮你找到了机会。今天要开丰源数据拉通会，所需要的表格我交给庞娟做的，庞娟却找了科研团队的陈小满替他做的，违反了保密协议。科研的项目虽然都七七八八了，但这些项目最后都是你的。嗯，老李啊，啊，今年马术周，咱俩要不要比划一下？读一下。可以啊，真是佩服你的精力啊！刚从余姚回来就来陪我骑马，我还以为你本来不答应呢。有你这个劲儿，把项目交给你，谁不愿意啊？时机成熟之后，我安排你跟凤燕见面。我的公关团队跟我说，科研没有弱点，我没有办法公关他。要我说，站在乙方的角度，我最希望和你这种资深又有实力的人一起合作，求之不得。您不用公关我啊，乙方能够做到像甲方这么自信，我也很少见。希望今年的马术周，你能够赢得了我这批巧克力。哎，一言为定啊，我全力以赴，走。撤撤撤！
你说集团的人下来，连个招呼都不打，提前都不通知一声，所有的资料现准备啊，是给谁惊喜啊？给我这种食物链顶端的人惊喜是吧？啊？你别着急，不是还有点时间呢吗？你别弄错了。我觉得呀，当个打印机还挺好的，我下辈子就当打印机了。邓哥。啊？怎么样了？已经好了。那个庞娟他们组的现金流动表不用打了，他们要投屏上会。那个你准备准备，啊、其他的表都带上，好吧？中午高低我吃点甜的，浪费了。哎，欢迎集团总部的各位领导，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莅临我们公司指导工作。那今天我们做一份关于丰源集团的数据拉通会。在会议之前，我想先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关于这一次丰源集团的并购案的一些工作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组是在今年年初正式接手的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公司近几年以来比较大的一个项目。丰源集团的实力在文旅业是有目共睹的，我个人觉得呢，我们这一次丰源集团的并购案会在市场上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力。我们整理了一些丰源集团及其下属七家子公司的合并现金流动表，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小吴，往下拉。谁说怎么回事？对，他都怎么做的？这怎么还有批注？唐娟，这上面批注怎么回事啊？这个表是你做的吗？我找陈小满做的。陈小满不是我们项目组的人，他为什么要帮你？你知不知道表格里的数据都是关于丰源集团的商业机密？你找一个不是我们项目组的人来帮你做表格，你想过这个背后存在的风险吗？如果陈小满把这些数据泄露出去了，你知道公司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吗？对不起，田总。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正好今天集团的领导都在，怎么处理你，接下来会有集团的专人负责接手。青花瓷状态不错，对，状态特别好。可以啊，哎，马叔周见。好，那到时候见。跟他吃好一点。啊，好的，没问题。这一次马叔结啊，我得得冠军。必须的。啊，好，先过去了。喂，打那么急做什么？啊？知道了。来吧，现在什么情况？集团今天下来，上面要求咱们今天必须给一个处理结果，所以才这么着急叫你回来。我觉得田新文一定要搞事情。以田新文的智商，还导演不了这出戏。丰源已经知道了，分明就是冲我来的。人事部现在已经通知各个部门，推迟一个小时下班了啊。
这不是我们的大功臣吗？听说你在江西那边就把合同给签了，还挺效率啊。我们舟车劳顿的，也不回家休息休息。你搞的鬼吗？我搞什么鬼啊？你可不要血口喷人。什么东西？名贵中药。心思太重，容易急火攻心。好好保重自己身体。你就是因为太闲，闲得跨组替人做项目。我没有影响工作，我也没影响公司。保洁的活你怎么不做呢？不挣钱。倒挺诚实的嘛。还没看出你是个财迷啊。老板，你看我跟着你这好几年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保证，我下一次不敢了，没有下一次了。我们忙活了半年的项目，眼看就要到手了，就因为你给我整出这个屁事，现在我还要回来公司述职。我有预感，十之八九我给别人做了嫁衣了。我帮你，谁帮我？牺牲你还是牺牲我？这太好选择了。小曼，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你情我愿的事儿吗？谁对不起谁呢？被发现了，只能说咱们运气不好。最近忙吗？你帮我点忙，我有个合秘现金流动表，帮我做一下呗。那个项目大，丰源的那个，那是你们做的项目，而且数据都是保密的，技术不合适。哎呀，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啊？不是说不说的问题，不符合规定啊。五千，我不能让你白辛苦。不是钱的问题，是不是钱的问题？我欠你大人情，你帮我这个忙行吗？这不行。哎呀，你就帮帮我吧。你说我要不是因为万不得已有事，我也不会让你帮忙呀。你就帮帮我吧，我欠你个大人情。就算你答应了，我还要去开会，我马上把资料发给你啊。走了。我有难处，我没办法，你知道。放心吧，我不会把这个录音交给公司的。那天开完会，你来找我的时候，录音笔没有关。为母则刚嘛，我知道，
这份工作对你来说很重要，但不只是对你，对我也很重要。失去这份工作，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再去哪儿。小曼，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见了。祝你一切都好。只能说是你运气不好，赶上了咱们集团领导下来调研，你撞在了枪口上。你说你又不是初出茅庐的新人，那项目数据都是涉及到商业机密的。但是根据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你需要进行赔偿，并且主动离职。哎，后来我们考虑了一下，由于你这三年来在咱们公司表现一直都很好，那现在我们决定给予你口头警告，并且扣除你后两个季度的奖金，接受吗？我接受。经集团研究决定，对你部门员工陈小满处以辞退的最终决定。我可没有答应。如果说庞娟找你帮忙，你只是配合帮助同事，那这件事本来就不算什么。可是你收取费用，而且牵扯到公司的机密，那这个事的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呀。你还有什么解释吗？那你接受我们的处理结果吗？接受。既然陈小满自己都接受这个结果，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忤逆公司的决定，可总。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柯总，鉴于陈小满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集团建议你尽快进行一次团队的内部整顿。玉瑶的项目也暂时由严肃那边接手。这条不是建议，是决定。小满，是为了一抹颜色争取，一再告诉我自己不可以委屈。当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我该何从又该何去。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学会控制了情绪，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他
曾经历过憧憬和失意，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也是你们留给我的惊喜。下面播报一下路面情况，建国门桥东向西方向的路况目前显示非常拥堵，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是的，注意安全。其实啊，作为一个新北京人，每逢下雨天，我的心情都会格外复杂。为什么？因为我的祖籍就是南方的，我们那儿一到雨下雨，就是下雨天总会让人心情忧郁，想起一些往事啊。像我来到北京有10年了，北京是不常下雨的，所以我格外喜欢北京的下雨天，就像是雨水都不能让这个炙手可热的城市融化。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假如你正在开车的话，师傅，我还没到呢。嗨，今儿个堵车，要是平时啊，您说到那地儿也就这么多，这都小意思啊。到我给你加油了。谢谢师傅。哎，甭客气，你们这些啊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啊，不容易啊。哎呀，挺佩服你们的。经历过憧憬和失意，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把你拾起你的期许，走过你留下的痕迹，这所有的东西像呼吸，早已经刻进我的脑海，融入了身体。是你这事还有余地吗？人事那边已经公告了，那完了，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了，打电话也不接，一直关机。小满，等着急了吧？我手机刚才没电了，然后刚才外面下雨了，空气还挺好的，我就溜达了一会儿。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们俩说，一起想办法呀。现在还真有件大事儿。嗯，我饿了。啊？饿了。
其实我们家有一个瓷器公司，我需要用钱去入股。我爸去世以后呢，我三叔三婶就接手了。那个时候我年纪小嘛，我就没有股份。啊，那你现在呢？你现在攒了多少了？40多万。陈小满，在北京生活成本这么高，即便你的工资不低吧，你怎么攒这么多的？其实也没有特别难，就规划好呗。按照原计划，我今年年底就能攒够了。哎，上班还好好的，下班就失业了。现在我整个人还没缓过来呢，想伤心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难过。你干嘛要难受伤心啊？你就当是整顿职场了，明天睡个懒觉，起床开始找工作，又是美好的一天。爸爸，为什么厂子里没有人了？你也不上班了。厂子里没人了，你是不是觉得不热闹了？厂子还会热闹起来的。爸爸也会忙起来的。不可以畏惧，当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我该何从又该何去？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学会控制了情绪，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连空气都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也是你们留给我的。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连空气都想轻轻